做好开战准备。哎，你这是要报复社会吗，兄弟？最后选了个 TA， 我靠！秋凉说：“对啊，我要保你啊。”好了好了，想出来就打吧，别吵别吵，不大问题不大。白光的还有我，这样一想的话，是不是感觉很开心啊？30秒后战斗开始。文族王诞生的那一天就已经决定了。这阵怎么办？感觉要被吊打了。然后好像没控制，有点炸我头。这就不出没啥了，凶一点的装备。我先把符抢了，响彻全场。我不抢，他给我抢了。全拿走了，确实如此。土豪不进，我跟你说就行。好。替身别怕，有我在。我的 GGG 我自己都怕。嗯，我更加强大，无处可藏。不降两级土猫 OK。 操，被这个火女给干了，第一滴血零星的痛苦而已。求张 TP。三级的话，刚才就好使。夏芙，女王去了。我走了，我回去了，我没去了。我操，打补！
羞辱你是我永恒的追求，千万别怕。这也需要收藏。土猫没了，土猫没了。我去买个香味，我去买个香味最近。他妈的！干这个活、啊！妈又不见了。靠、啊，感觉土猫蠢蠢。PA 多少眼你拿出去插一下吧，你自己中路到时候你去中路放一个，或者你自己上路插一个，然后剩下一个放鸟里面。我受哥无所不及，确实如此。女王miss。当然。我方上塔需要支援。前进。姐，你需要战象吗？我来打野。好像他不是故意的。行动。还有点不懂。天神帮我拉一波。看还来不来得及。好，没血啊。哎呦，我拉不动了，不行，等我玩一下。下路加速要吗？巨神，你拿吧。他们计划不解肥啊！为了胜利，加速前进。向前。女王靠过去了。哎呦，他跳过来挡伤害了！我靠，这个逼！
传播的比音速还快。妈的，没学大，老师要学个大的。放下他，学大也没用。这他妈的真是。我放下他需要支援。C-POP 给他躲了。好好发育吧。我方下塔需要支援。我的另一大收藏品。我头身战场。女王下去了 ，double。我方下塔需要支援。你是我的从心到魂。我方下塔需要支援。我方下塔需要支援。燃烧殆尽总好过暗淡。夜眼剑指全面加速。我方下塔需要支援。敌方中塔已被摧毁。我方下塔需要支援。索昂应该快撤了吧，感觉。咱们也去。还有更多的灵魂。哎，你要你拉一下。千万别怕。我有更多的容纳灵魂了。啊，确实如此。我方下塔需要支援。我方下塔需要支援。我方下塔已经失守。向前。没事没事，父亲有灵魂。行，
夜眼建筑全面加固。我方中塔需要支援。这不好打啊，这地方管不了。妈的，蜀王有一把跳到处干人，我们没节奏点。需要支援。他们很脆弱，我就蹲下就好了。带线。嗯。能打带线了。还有更多的灵魂。妈的，真的。什么情况？开悟了，开悟了，他们。别说开悟啊，鬼星什么打动手？他其实也不是打不过啊，兄弟。打不了，没控制怎么打？他们冲脸就我们好歹也可以换一下啊，等级高。这也是要烧残。哎，我开大什么？我方中塔需要支援。需要更多灵魂。天辉建筑全面加固。我方中塔需要支援。我方中塔已被反补。回头打啊，精致的。哎呦，这个阵容太难打了，想投降了。离开了这冲门。我方上塔需要支援。这人不难打的，对面又很脆，大家都一样脆。我方上塔需要支援。他蜀王不去啊，蜀王有个先锋盾，然后敌法一直刷，没办法管。关键我操，皇女这么屌，他家里人知道吗？妈的，应该出点金的。出羊刀没用啊，出羊刀谁后期打敌法？我更加强大。PA 怎么打敌法？没钱怎么打敌法？我咋还有针眼的？剩了三个针眼。
半兵。父亲有灵魂。你别吃吧，等我吧，不然他又跑了。你别来了，别来。声东击西，他看到你了，他没跳远、啊。是的，看到我就瞬间慌了。跟这种情况，你直接让我一个人来就行了，我随便杀他的。你杀他，他打不打、啊？女王和力量，这样我们也需要，整点小心。打不打、啊？有子阳。我投身战场。大，哎呦！你别走行吗？你点对方那个，你是要被秒的。感觉刚才可以打盾的，什么有大的话。放尊严了，放尊严了。行动。什么有大就别怕。啊，大家都没打。地图上很多针眼啊。被火了，向前。他们还在中路的，刚才是开雾的。还有更多的灵魂。可以打一波啊，我觉得哇一把也没什么战斗力。力量在增长、啊、无所不及。我方上塔需要支援，下路推吧，一般上都是人。夜眼建筑全面加固，我方上塔需要支援。我方上塔，对，我靠，我方上塔需要支援，夜眼建筑全面加固。我方上塔需要支援，敌方下塔已被摧毁。我
方上塔已被反补。感觉剑圣直接出 BKB 屌一点啊，已经有我闪发迪法的迪法出个祭品是正好短时间的，这次你大应该跑到他的根本就出狂战也行，跟他对杀打到后面真的难打。那我不出引刀了，我这把去狂战吧。可以可以，冲替神的，我又出英雄。他是来动你的啊。靠我把盾脱了吧，我们去早可以打盾了。来来来，打了打了。来替身给我开悟，来了，开悟进去打吧。哦，等一下，我吃个符。稍后再用。在外面吧。哎，你们两个在外面啊？不要进了，不要进了。来符王，哎，符王已经来了，符王。先抱着剑。还没意识到。两本TP，两本 TP。等会儿有机会我再去捡。好，啊，算了，你把 TP 还我，我瓶子给你，我瓶子给你，我不能没 TP。这生意做的也好啊，200多换700。是不是亏过了？是不是被我玩了？这局如果能赢，我就重新相信这个游戏了。我差点进16级。还有更多的灵魂。沉默有没有大？给个大啊！算了，不用了，他意识到了。这怎么推？替身去摸塔吧。我是 BKB 的。上了。我有盾。把女王点死了 ，nice。先走，这都打不了了。这是给我的礼物。额头神战场。哎，我没来啊。你也算空吗？不要逗。不了啊。就是这么任性啊。我有更多地方来容纳灵魂了。行动。
要不再推一波沉默大好了，推上路吧，等上杀去给我们。女王去中了，女王去中了，那边可能有眼呢，你小心点。哎，这怎么被找到的？这里有眼。我靠，我的 OBP 神被找到了。沉默有大的，看着打吧。砍晕他什么啊，砍不晕，我靠，什么追不上了，追上吧追上吧，来得及的，快来快来。父亲有灵魂，哇，好多收藏品，灵魂有收割。算了，我推不下来吧。我操，怎么就开了？什么时候打的盾？应该计时间了。这 PA 怎么就开了？我操，推兵不说开，他自己说开了。
有没有雾？有没有雾什么的？感觉可以开波来上，底法来收上了。斧王也过来了。算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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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一直都来了。还有更多的灵魂。阵气时间没了。去了去了。两分钟。我刷了金光。他有可能不知道，我想了一下，他有可能不知道去上厕所。不对，他知道，之前打字，打字了。我方中塔，主塔把他干了。深渊，向我征服！我操，没来了！哎呦，刚才。这个位置深渊直接把土喵他妈没拦好，土猫秒掉就好了，第一时间深渊他这不该出去的，我之前格子不对，我刚拿到深渊没我的我的火方中塔已经失守，火方中塔需要支援，天辉建筑全面加固。好，不想买货，感觉路我买了也破了。我方中路兵营需要支援，我方中路兵营已经失守，我方上塔需要支援，我方上塔已经失守，我方上路兵营需要支援。我方上路兵营已经失守。你如既往。杀了。灵魂向我征服。妈的，吸瓦了，打不动人了要。
八月。哎呦，我没点到。我方上古精灵需要支援。哎呦，他妈给打晕他就死了！我方上古兵营中心失火，蓝的满了。我方中塔已经失守，我方中塔已经失守。夜点获胜。从未经历如此惨痛的一天。